to show our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。在台上展现小组海报，并发挥创意自编队呼。30位青年日前参加菲律宾青少年夏令营，2天的课程多元精彩，包括佛门礼仪、禅坐、三明治 DIY 等。第二天，大家前往华裔博物馆参观，了解华人在菲律宾的生活、工作和社区建设中的重要贡献，以及他们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经过2天的课程，大家收获良多，学习到了三好精神，并在未来实践到生活中。本间新闻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报道。